孟美岐被粉丝当场拆台有点慌，吴宣仪急忙解释，杨超越让人盛赞。火箭少女101女团11位小姐姐一起出席活动，每位小姐姐都有自我介绍环节。11个女孩子虽然在一个女团，但是每个人的呼声人气截然不同。在呼声上，宣仪小姐姐是最高的，其次是杨超越，之后才是 C 位出道的山之大哥。孟美岐被粉丝当场拆台有点慌，吴宣仪急忙解释，杨超越让人盛赞。孟美岐带着姐妹们一起跳主题曲，虽然杨超越的动作有一点滑水，但是山之大哥在她前面绕着她，效果就完全不同了。杨超越很清纯的打扮再次圈粉，超越小姐姐的打扮看上去有一种初恋女友的感觉哦。孟美岐被粉丝当场拆台有点慌，吴宣仪急忙解释，杨超越让人盛赞。吴宣仪在山之大哥的左手边，听见有人拆孟美岐的台，作为好姐妹尴尬地笑了一下，但是自己是公众人物，不能有太大的反应。宣仪小姐姐注视着美岐，脸上很尴尬又很心疼山之大哥。孟美岐被粉丝当场拆台有点慌，吴宣仪急忙解释，杨超越让人盛赞。吴宣仪发文解释，从最善良的角度分析问题，帮孟美岐化解尴尬，同时也给粉丝一个台阶下。小姐姐的这个做法让粉丝点赞。孟美岐被粉丝当场拆台有点慌，吴宣仪急忙解释，杨超越让人盛赞。吴宣仪和孟美岐两人很早之前都认识了，一起来参加创造101，一起走向属于自己的花路。两位小姐姐能歌善舞，虽然这次的吴宣仪遗憾没有当成 C 位，但丝毫不影响俩人的感情。孟美岐被粉丝当场拆台有点慌，吴宣仪急忙解释，杨超越让人盛赞。杨超越穿着男孩子喜欢的西装，扎着清纯马尾，一副精致妆容，直男的初恋啊。杨超越的这身打扮被网友盛赞，衣服得体，长相数一数二，杨超越果然是火箭少女101中的颜值担当哦。孟美岐被粉丝当场拆台有点慌，吴宣仪急忙解释，杨超越让人盛赞。杨超越就站在孟美岐的旁边，很清楚地听见粉丝拆台山之大哥的台，但是杨超越并没有很大的反应，一直保持之前的动作，注视着山之大哥，自己一动不动。网友孟美岐听见有人对他说下去吧，当时有点哽咽，带着哭腔还是坚持把话说完了。网友猜测，杨超越估计听过比这个更难听的话，这三个字对于他来说非常习惯了，粉丝不免有一丝的心疼。宣仪小姐姐很仗义，敢替姐妹出风头，有一种队长的感觉，你们怎么看呢？